全球发展脉搏融会发展，创新求变质量导向，新时代质量水平作为发展立身根本，承载着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安全，促进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，保护消费者利益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重大使命。济南新天科技有限公司正以一流技术服务能力，为高质量的激光设备生产保驾护航，为全球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激光服务。如果你选择了新天的激光设备，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？没错，正是品质。一台高品质的激光设备从生产到交付到底要经历多少道工序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新天激光，揭秘产品生产的全流程。品质是新天激光最看重的一点，所以品质管控环节自然是重中之重。品质管控主要分为三部分：来料检测、过程把控和出厂检测。新天激光拥有严格的品质管理体系，绝不允许不符合标准的零部件流入车间，所以来料检测环节成为机器品质保证的第一要素。来料检测我们分成了七部分，分别是激光器检测、激光头检测、工件检测、机头检测、衡量检测、电机、减速机检测和卡盘检测。首先我们来到激光器检测环节。激光器作为激光设备的核心部件，有着严格的检测标准。第一步我们要检测的是激光器的外观，确保激光器无划痕、无掉漆及生锈现象。第二步是根据任务单要求对激光器的型号进行核验，避免出现实物与任务单不符的情况。第三步是检测光纤，确保光纤无折断、无压扁，且保证长度要满足设备的使用需求。第四步，检查配件是否齐全，包括电源线、信号线、说明书、开机钥匙等。第五步，检测激光器能否正常运行，切割能力能否满足出厂切割要求。激光器只要通过以上检测，便达到了安装的标准。为了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，我们为客户提供了专业的定制化服务，大大的提高了客户选择激光器的空间。第二步是对于激光头的检测，激光头同样也是激光设备的核心部件，专业人员会对激光头进行全方位的检测，检测激光器 QBH 晶体棒含 MAX QBH 保护镜，确保无异物和暗斑。激光头的质量决定了产品的质量，从客户的角度出发，我们一定要保证激光头的质量。工件部分我们检测的重点是导轨和齿条，主要进行的工作是外轴主导轨直线度调节、外轴两导轨平行度调节、床身外轴齿条与导轨的平行度调节。对于每一个零部件，我们也有严格的检测标准和要求，每一个零部件我们都要做到不错检、不漏检，保证发出的每一台机器都是高品质的。第四步，对于机头的检测，机头作为 X 轴转 Z 轴的转接板，在整个设备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所以我们对机头的检测要求极高，最主要的就是检测机头的精度，确保设备达到最佳状态。衡量作为切割头运动的承载部件，在切割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第一步，我们要检查衡量的型材是否和任务单相匹配。第二步，检测衡量的精度是否达到标准，确认型材和精度都无任何问题后，便达到了安装的标准。首先我们会根据任务单对电机的型号进行核验，确保无误后，再对电机的外观进行检测，确认电机外观完整无损坏。卡盘是切管机独有的装置，拿到设备后，我们首先要对外观进行检测，确认设备外观有无划痕，同时也要确保设备零部件完整。新天激光是一家用心做激光设备的企业，我们秉承着聚焦客户核心需求，为客户提供高效环保的激光工业全场景解决方案的使命，在激光制造领域成为全球客户的首选。当所有的零部件通过检测后，我们的设备就正式进入生产环节，从最初的床身制造到整机装配，都严格遵循品质管理标准。床身是物料的重要载体，也是激光切割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了保证床身高速高精的质量要求，我们在制作床身的过程中，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精益求精，尤其是床身焊接和床身精加工，按照标准的工作流程进行，保证床身有较高的精度和稳定性。导轨和齿条作为设备不可或缺的零部件，
它们决定了机器运行的精度，所以在安装过程中有着严格要求，尤其是对于精度的调试。缝梁是影响切割精度的主要部件，所以在安装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标准执行。在安装过程中对精度的测试是重中之重，确保缝梁的精度也是确保客户产品的质量。电机是整个设备的大脑，也是设备运行的主要驱动。激光切割机有着复杂的线路，电机安装也是在装配过程中最为严格的环节。为了保证设备能够正常运作，电器的装配安装必须要按照严格的标准执行。出厂检测是品质管控最重要的环节，确保出厂时机器处于最佳状态。成品检测，当设备下线后，我们首先要对设备进行外观检测，确保整机干净整洁，无铁屑铝屑、钣金面漆面无油渍污渍等。检验设备名牌信息需准确无误，依据装配工艺检验机器，各部件装配需完整准确。主机、软件面板、控制器及控制手柄语言需符合任务单要求。重点检测激光头、水冷机和激光器，确保激光头外观无损坏、无掉漆、无磨损、干净。激光头规格对应激光器规格，满足任务单要求，确保水冷机外观良好，确保激光器外观良好无划痕掉漆。激光器 QBH 晶体棒含 MAX QBH 保护镜干净，无异物、无暗斑。为了设备的运行精度达到最优，我们会对设备进行更深入的测量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利用激光干涉仪对设备位置、直线度、垂直度、液核等进行精密测量，确保客户在使用的过程中不会出现偏差。切割测试是设备下线后尤为重要的一环，我们会根据切割机的功率选择相对应的材料进行切割测试，确保设备运行正常且能够达到客户的要求。为了保证设备的切割精度，我们会在切割测试完成后对样品进行精度测试，确保精度误差在合理范围内，确定设备能够正常运作且达到出厂标准后，我们会将设备进行拆机。在拆机前会对设备进行检测。第一点， X 轴、Y 轴风景罩固定需整齐美观，长度需适合，装配螺丝需配备。第二点，检验 Z 轴坦克链需拆卸固定牢固，螺丝配备完整，横梁机头固定硬线位块需紧紧，安装需牢固。当前期的检测工作全部完成后，我们会将设备拆机打包，由物流组工作人员进行装箱发货，这样一台完整的激光设备就完成了交付。信天激光用匠心制造每一台设备，凭诚信打动客户，凭质量赢得人心。信天激光累计为160多个国家或地区提供服务，以客户为中心是每个信天人的信条，让信天激光设备走进世界每一个角落是每个信天人的使命。